买56页这边。上次是到肾脏的构造啊，就是肾源的组成里面。都是男。肾源构造当中，包氏囊包覆着肾丝球。然后，包氏囊接下来延伸出去的这个管子呢，是肾小管，包括了禁区小管。然后，亨氏管。肾丝球这个地方血浆呢比较容易流失，
那我们以前在讲那个体液的总量平衡的时候，就有提到小动脉跟小静脉之间微血管网本来它就会有少量的血浆成分会渗出，然后之后就变成是组织液。那现在呢，当压力提高的时候，这个地方血压的渗出，血浆的渗出相对会更容易一些。好，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有哪一些东西呢会从血浆跑出来？那这个过程通常我们把它称为叫做过滤作用。发生的位置呢，就是在包室囊对肾丝球之间。OK， 所以会滤出的跟不会滤出的，大概呢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方式，因为它那个管壁啊，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孔隙的大小。好，所以从内皮细胞之间呢，一般来讲是小的成分会比较容易流失，然后大一点的比较难跑出去。所以以血球来讲，这应该很大，所以正常来说血球是不应该跑出去的。OK， 所以跑不出去的是血球。好，然后接下来还有哪一些东西它明显会比较大，那理论上不太容易能够滤出去。好，所以接下来的另外一个正常情况不太应该滤出去的就是血浆蛋白。所以这两个明显不应该跑出去的先把它解决掉。所以剩下来的东西，什么容易跑出去呢？水很容易跑出去。所以水很容易跑出去之后，接下来那些溶于水的盐类，也会跑出去，对不对？然后蛋白质是跑不出去，可是小分子的养分当中，像葡萄糖。葡萄糖氨基酸这种很明显的亲水性的物质，它应该也会跑出去。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希望它应该要跑出去的，就是像尿素。尿酸还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好，比如说色素一般来说那个特定的这种饮料，比如说那个维他露 B 你吃了 B 群，对不对尿液当中很快的，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就会有一些颜色的改变所以会滤出去的，大概一般来说，第一个它要小，再第二个它水溶性的通常会比较容易跑出去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把这个地方呢当成是一个半透膜所以如果把肾丝球对包室囊这个地方想象成是一个半透膜的话，那其实利用压力来形成这个过滤作用，这地方就有点像逆渗透。好，所以血液的过滤或尿液的形成的第一个环节要做的事情就是过滤。那可是接下来，因为过滤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它善用了循环系统这边的压力差。所以压力条件对过滤的影响还蛮明显的，所以血压的不正常也会影响到肾脏的运作，那影响到的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血压值基本上要稳定你的过滤才会正常，太高或太低都不适合。可是因为你用压力过滤的话呢，省下了一件事情，利用压力过滤这个地方是不需要消耗能量的，你只是善用肾丝球到包室囊这个地方的管壁的特质，再利用压力的条件，然后让血浆小的成分会跑出来。可是很明显的，葡萄糖氨基酸是好的，电解质大部分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对不对？尿素、尿酸不要，可是很多的水分那个流失对我们好像也不是很有利。所以接下来在肾小管后面呢，为什么这个管子要一直很大的弯曲这么长？就是因为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弯曲，形成相对比较长的长度，就是要利用那个空间来争取把这里面的成分呢调节一下所以这调节一下，主要是好的东西起码我应该要拿回来。对，所以
有吸入的小分子代表的是养分，当初消化系统花了那么多时间处理，对不对？就这样放任它流失了。如果你顺着管子来看的话，这到时候流到集尿管，它就是尿液，对不对？所以这些有用的成分应该要回收。所以在禁区小管开始呢，它就以主动运输的方式开始大量吸收这些葡萄糖、氨基酸，偶尔可能会意外流失的蛋白质。好，这些东西就是确定应该要回收。然后接下来电解质对我们来讲，至少一定的比例还是有用的。好，所以这时候呢，这些像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这些有用的东西，然后锌离子当中，几个比较指标性的，接下来就开始进行这个大量的这个回收。好，所以现在当有机物的小分子当电解质，大量的再被回收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个好处，刚刚的过滤过程其实我们会损失不少的水分，可是水分有一个问题，水分只有一种运输方法，就是被动运输。就虽然水分的流失基本上很不好，可是如果你现在想要刻意把水拿出来，拿回来不行。如果你想要把水刻意的拿回来也很难，因为它是被动运输的这个方法而已。可是当你在回收葡萄糖、氨基酸或者是盐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你现在把这个过滤完的里面的这个氯液当中的溶质，尤其是大量的溶质，在把它回收回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会顺便带动了谁？它会顺便带动水分也跟着出来，因为渗透压的关系。所以当溶质大量的被回收回来，这个是肾小管回收回来，基本上外面呢这个箭头会指向那个血液，因为第二个微血管嘛在这个地方。所以当初不小心让它过滤出去，那我现在要想办法把它回收回来。OK， 所以箭头向外指的是从肾小管，然后再吸收之后呢，再把它回送到第二个微血管哦。所以这时候就表示它回到血液了。好，所以只要有这一些东西，溶质有被回收，水分就跟着回收，所以你回收的溶质就比例就越高，你拿回来的水分也就越多。所以水分拿到多少，取决于你这边所进行的再吸收。第二道手续，你溶质跟水分到底能够拿回来多少？那就看溶质拿的越多，水分跟的就越多。所以反过来，溶质如果拿的越少，相对来讲水分拿回来就越少。那一般在禁区小管这一段，因为不写字了。禁区小管这一段的话，通常可能要负担大概60%到70%左右的回收比例，因为这件事情事实上没有办法拖，尤其是像有机物，你现在不赶快回收回来的话，等下不小心没有拿回来，不是流失嘛，对不对？所以你想，万一葡萄糖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及时回收回来，那等下呢就一直顺着这个管子流到这个地方，就会导致尿液当中出现葡萄糖，那这就是糖尿的现象。那我们会知道这个时候表示应该有问题发生的，到底是谁有问题，就要再稍微去考量一下。好，所以再吸收基本上呢，它的方向跟过滤是相同的，过滤是让血液、血浆当中的成分滤出。OK， 所以这个方向基本上呢是从血液，到肾小管，因为猫屎囊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肾小管的起点，然后这个造型特别一点这样子。然后所以氯液当中的成分重新被拿回到血液，这个过程就叫做再吸收。好，当初过滤的时候省下的能量，过滤是不需要消耗能量，它用的是那个压力的条件，所以压力就很重要。那可是你现在是要刻意把某一些有用的东西拿回来，连带着带动水分回来，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只有主动运输才做得到。所以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它消耗的能量非常的可观。肾脏其实是一个还蛮那个能量消耗的量，还在我们的内脏当中，占有率其实还蛮高的。好，然后所以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我们当初过滤的时候，应该有把一些代谢废物给过滤出来。
可是因为是用过滤，过滤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盲点，就是万一压力平衡、渗透压平衡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哪怕是真的我不要的，然后它可能还是会继续残留在血浆当中而滤不出来，对，压力会有一个平衡的问题啊，不管是压力平衡还是渗透压平衡，一旦把它平衡的时候，明明还有一些残留不要的东西，但事实上你也清不干净，所以这时候呢再去补强一块，就是呢把第二回血管网跟肾小管接触这个地方，我们还有机会把一些像把一些像氢离子、血液可能有过酸的问题，这时候呢，赶快把它清除。那氨不一定会以氨的形式，主要是如果还有一些含氮代谢废物的情况之下，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趁着肾小管周围还有跟微血管网、第二微血管网接触，那趁这个机会啊，赶快呢把这些血浆当中确定不要的东西啊再清除。那这次呢就不像过滤了。过滤是只管大小，不管好坏，通通都滤出去。那可是再吸收是针对特定的东西拿回来。那如果像这种，你要把血液当中特定的东西再送到肾小管里面，这个时候能量一样省不下来，这个地方一样只能用去弄。因为你是刻意要把它丢进去，所以从那个肾小管开始呢，就有两件事情一直拼命在做，有些东西要拿回来。那有些不要的东西又要放进去，拿出来叫做再吸收，放进去呢叫做分泌。所以整个尿液形成，肾小管总共大概做了三件事情啊。第一个，一定先做的事情就是过滤，发生的地方就是肾丝球最保湿的。然后之后在肾小管上面呢，它会反复的发生再吸收跟分泌。再吸收跟分泌，它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大致上是同时做，从进去小管开始就会同时做。OK 啊，那只是说它应付的东西物质基本上是不同的。再吸收大概都可以理解，这些是对我们有用的资源，放任它流失了很可惜。水分当然也很珍贵。那水分这个地方到底要回收多少比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肾小管到底有多忙碌。我们每天从那个肾丝球到包氏囊这边滤出来的血液的总体积，差不多有180公升。很忙碌吗？你的血液体积多少？不算吗？血液体积7.8%左右，1/3嘛。你的体重乘1/3，大概就是血液的体积。所以你想，你的血液一天要经过肾脏几次，才能够稳定你身体的环境？所以如果180公升的水分，你回收率太低的话，是很可怕哦。一般人，我们一天来讲，平均产生的尿液量大概是2公升，对吧？所以如果以这个来看的话，表示那个再吸收的部分的水分高达178公升左右，对，所以那个水分的流失量这么多，你不回收回来还得了？所以如果你看呢，180公升的过滤过程，过滤量，然后要回收178公升，那你要回收的水的比例这么高，那你就可以去想象，那我们再吸收的溶质一定要够多，那个水你才会拿得回来。整个肾小管当中最忙碌的一段是这里，就是进去小管这边，就是再吸收跟分泌它是同时进行，但是应付的是不同的物质。接下来到了亨氏环这边呢，亨氏环这边相对就比较简单，因为亨氏环往下的这一段只会允许水分跑出来。好，所以你看那个257页那个地方，为什么那个地方只标示水分？亨氏环这一段基本上它的构造的属性比较奇特，亨氏环这一段叫做下降支。亨氏环的下降支，只对水具有通透性，所以它只允许水出来。
到了转弯之后，现在呢，它从皮质深入髓质，然后准备从髓质再回来的时候呢，亨氏环的上升支确实对钠离子具有通透性，所以亨氏环的上升支只会让钠离子出来，所以它开始去做不同段对不同的物质啊、有不同的运输的能力。好，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就等一下后面再谈啊、先知道这个，因为刚讲的水分要跑出来，水分跟着谁跑？水分一定要跟着某一些物质跑，唯有你把某一些溶质拿出来，水分才会跟着跑。所以亨氏环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让水分不断的出来？这个会有点奇怪啊、然后亨氏环的上升支呢，这边又只让钠离子出来。对，这个是一个比较奇特的设计。好，所以这一段呢，当特别的讨论。接下来到远区小管这个地方，一般到远区小管，整个应该要拿回来的或者要送进去的东西，应该已经不到15%了。啊、剩下来的比例其实很低。啊、但是还是要继续做，因为你还是有可能会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对于钠离子的需求量其实真的很可观，所以像钠离子一般来说的话，应该会继续回收。那你钠离子如果回收，紧接着水分就会拿回来。OK， 那所以那些主动运输钠离子，带动水分再吸收回来。啊、所以这个地方持续有机物，一般来讲前面大概通常应该做完了，有机物你放到后面再来做的话，会有一点不太保险。啊、所以一般来说的话，前面这边像有机物的回收率，我们几乎会把它当成是100%，在这个地方最好是做完。啊、等到后面可能会来不及。然后，所以大概再吸收的东西不外乎你这些有用的啊、然后甚至于你可以拿一些碳酸氢根回来，因为碳酸氢根的意义，在血浆的意义是什么？碳酸氢根在血浆的意义是它是二氧化碳的替身，对，肾脏不帮你排除。二氧化碳，二氧化碳的排除的管道是在呼吸系统，所以这个东西，第一个，这里不是它的排泄 的管道路线，对不对？好，然后再来是，既然这样的话，我应该拿回来，将来丢给那个呼吸系统去处理。那可是另外一层意义是，如果把它拿回来，我是不是拿着溶脂回来，然后是水分就跟着回来？所以。反正虽然它不是真的有用，它也是代谢废物，对不对？但顺便利用它一下。然后可是清除的东西是不是确定清干净了？也不见得，所以这个地方还是会有持续的分泌作用。对啊，所以比如说血液可能还是有过酸的问题。因为酸碱对血液很重要，我们讲那个血红素的时候有提到，酸碱你看马上就影响到那个血液携带氧气的能力嘛。好，然后有没有一些含氮代谢废物要解决？也有可能。好，那另外还有什么东西呢？这个是比较有趣的，就是钾离子。一般我们对钾离子的处理方式，第一时间可能会先用再吸收，可是钾离子的整体需求量大概只有钠离子的10%，所以万一当时候再吸收的比例过高的时候，你可以趁着即将要形成尿液的时候呢，把过多的钾离子送回来。进出之间就是在调，调到刚刚好符合我们需要的。OK 啊，钠离子也不会100%回收。钠离子因为为什么一直好像感觉都有在吸收，是因为你就想钠离子的需求量是钾离子的20倍，它是我们身体里面阳离子需求量第一名。OK 啊，所以你虽然看到它不断的再回收，可是事实上尿液当中还会不会有钠离子的出现？肯定有，尤其以现在人来讲，真的吃的太咸的情况下，那个。血液当中、尿液当中的钠离子，事实上那个残留量还蛮可观的，所以吃的越咸，事实上你回收的当然也是很多，但事实上呢，还有尿液当中的残留的还是很多，所以降低盐的摄取。好，所以一般通常到了这个地方，大致上就约略等于是尿液了。虽然刚刚一提到了集尿管，那集尿管在哪里？还记得那个肾脏构造吗？肾脏构造当中不是这是皮质、髓质、肾、椎体，有没有？所以
所以其实这些大型的管线，它你看这个方向，从皮质到髓质啊，然后髓质方向，就是肾椎体这个地方，通常就是这些大大小小的集尿管比较集中的位置。对啊，然后这些肾椎体通通都指向哪里？指向肾脏核心这个地方，那个肾盂这个构造，所以已经开始收集尿液了。啊，可是这个地方万一在正式排尿之前，啊，比如说呢，现在因为运动的关系，然后又流了一些汗，所以这时候又有水分的流失，对不对？然后我们肾脏还流了一手。如果是在比较小型的管壁比较薄的集尿管的话，万一你在真正排尿这个动作完成之前，还有水分的损失或渗透压的改变的话，这个时候还可以再继续拿一些水分回来。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就会很麻烦了。你到了集尿管，它的成分大致上算是尿液，然后结果正要排尿前发现又有水分的损失，然后现在因为水分损失了，我应该要减少尿液的水分，对，先把这个地方的水拿出来用再说嘛，对不对？那合理来说，那最后还是用喝水补充嘛。啊，那短时间的做法可以用这个方式替代，可是因为水只跟着特定的溶质，所以我应该要先把某一些溶质先拿回来，然后改变渗透压，才能够让水再吸收。所以现在尿液当中就变成几乎没有筹码可用了。啊，如果现在呢还有钠离子可以的，啊，如果还有钠离子的话，那干脆再吸收钠离子。可是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啊，比较常用的策略不是用钠离子，啊，肾小管集尿管用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做法。为了要把水分再拿回来，所以呢，集尿管会去刻意再吸收尿素，然后利用尿素来改变渗透压，然后让水分可以回收。啊，可是尿素应该是属于就是不要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应该已经是预备要排泄掉的东西，可是你现在把它拿回来，这不是很奇怪吗？嗯，好，啊，没关系，反正你回收回来之后，等一下再把它放回去。因为这只是暂时性的策略，啊，利用尿素引导水分回来，但是之后你还是要想办法再让尿素回到管子里面去，然后正式变成是尿液。这样 OK 好，可是因为它会在集尿管这个地方发生呢，所以通常呢，这地方风险就很大了。在髓质这个地方，因为可能会碰到那个集尿管来这一招，所以它从集尿管出来，然后再回到肾小管，总是会有一点延迟的时间，就是刚出来还没来得及回去。所以一般我们在吃那个肾脏的时候，有没有肾脏拿回家处理的过程当中，一剖开，二先把髓质刮掉。那可以理解为什么把髓质挖掉吗？我有一个妈妈，为了节省，所以那个邮寄买回来剖开，然后开始削片。这样可以理解为什么了吧？因为你如果不把髓质挖掉，直接炒出来的味道应该很诡异。因为这个地方，髓质这个地方会堆着比较多的尿素。可以想象的哈，啊，所以吃油鸡的时候，你通常吃到那个脆脆那个口感，都只吃到的是皮质的部分，髓质早就挖掉了，而且一定要挖，不信你回去试一试，不然我们下次来试一试。啊，你就会知道那个特殊的风味。OK， 这边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大致上，所以整个。肾小管当中，不要小看这个管子，好像绕来绕去已经有一点长了哦。事实上还很难哎哦。
上完了。
所造成的钠离子浓度是不是正在上升当中 ？OK 吗？所以上升之再吸收钠离子，其实可以帮下降之制造一个条件，就是让下降之管子外面会是高张，然后管子内就会是低张。对，水分是从低张往高张渗透。所以下降支为什么可以不断的拿水分回来，是因为你要去转弯之后再去看，原来是上升支在再吸收钠离子的时候，帮下降支的管外的环境顺便提供了一个高张容易的条件，然后使得下降支可以轻易的把水分再吸收回来。这样，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工作分配的问题，它现在没有用同一段的管子先再吸收钠离子引导水分出来，那是利用上升支去再吸收钠离子，然后使得下降支的管外有高张的环境，然后这时候让下降支有机会让水分渗透出来，这是一个变成是分段处理的现象。可是因为也刚好那个亨氏管有这种，就是先下去然后再转回来，对啊，因为这两个管子基本上就是邻居而已，啊，所以上升支做的事情会有利于下降支再吸收水分。那这一张图哈，历来我一张都只看过一次，所以如果将来你们还有遇到的话，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地方会有比较麻烦一点的渗透压的概念，可是这张图其实还对肾脏来说，为什么亨氏环这个地方它可以回收大概将近15%左右的水分，其实是利用这个技巧，OK， 下面258页这张表格就给你一个参考。一般禁区小管这个地方呢，我们以水分再吸收的比例去想象它对其他的东西的回收。禁区小管呢，回收的水分的比例呢，有60%到70%左右。亨氏环这边大概是负责15%左右。好，园区小管负责的比例就逐渐开始降低。可是你去看集尿管，这个地方的集尿管是指小型的集尿管，一般大型比较厚的集尿管已经不再再吸收了。所以这边的集尿管是指那个管壁比较薄的集尿管，它可以利用那个尿素的技巧，然后呢还可以回收大概5%到10%左右的尿液，但不一定会做，只是说一般来讲，以我们身体的水分的调节当中，你看当你流汗很多的时候，尿液相对是比较少 ，OK 啊，那个其实主要就是由集尿管在负责的，那如果你还有记得的话，以前我们讲过那个脑髓腺这个地方有分泌一个很重要的激素叫做抗利尿激素，有没有？其实就是针对它，所以那个激素的部分后面大家再谈一下。好，然后接下来很快，最终的一张表格，这张表格几乎都是考那个肾脏的过滤的时候必考的，259页这个地方。哇，所以你看血浆的部分的话呢，这里给你一个参考，就是每天经过肾脏的这个血液血浆的血液的总体积大概是180公升的话，那通常呢也会有180公升被过滤出来，然后可是其中就水分的部分的话呢，会被回收高达178公升，然后一个成正常人每天平均的尿液量大概是1600到2000，所以他直接给你一个2000当参考。所以你去看蛋白质是血浆当中非常丰富的一个成分，偶尔意外出现在滤液当中，你看那个数字，7000到9000，偶尔意外出现个10到20，这还可以接受，这算正常，因为有一些血浆蛋白它是分子量比较小的，有可能意外的会被过滤出来。再来有时候会跟你身体姿势有关系，比如说呢，你就一直压着肚子在做腹部按摩这样子这样也会造成那个内脏受到压迫。包括这个动作，有人有实验过，就是你去做这个动作，弯腰，做这个动作就会让你的肠胃去挤压那个靠近后面的那个肾脏，所以肾脏受到压迫，那血压就升高，所以就不小心就会滤出一些比较大的物质那可是正常来说，肾小管功能如果正常的话，这个应该是100%回收，所以你看还有谁应该100%回收？看中间的葡萄糖，葡萄糖不管你再怎么过滤，180是肾脏处理葡萄糖的临界。所以如果你现在呢吃了3公斤的巧克力的时候呢，血糖一定超过180，所以这时候呢回收的应该就不会是100%了。所以180我们当成是那个肾脏回收葡萄糖的极限值。所以如果假设还在180里面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尿液当中的葡萄糖的残留量应该是零。
OK 啊，所以比如说有一个人假设血糖200的话，大概应该已经会出现糖尿的现象，因为拿不回来。所以请问，肾小管没有办法把葡萄糖拿回来，请问那是肾脏的问题，还是血液的调节、血糖的调节出问题？听懂吗？就是肾脏的能力，肾小管的能力只能回收血糖的浓度到达100嘛，你硬是要给它200以上，让它去工作，所以拿不回来，到底是它的问题，还是血糖调节的问题？这样听懂吗？所以糖尿病其实病因你要往前追，到底是血糖调节出问题，还是肾脏的回收出问题？通常是血糖调节出问题，肾脏是连带的受害。好，学习一下。